更好腐殖酸，更好复合肥，让土壤肥沃健康，让作物优质高产，让农民增产增收，让农业永续发展。而这正是山东农大肥业科技有限公司创立的初衷，遵循土肥和谐，致力于腐殖酸活化核心技术的研究与应用，让更多的农民用上更好的肥料，实现人与土地的和谐共生。山东农大肥业科技有限公司创立于1995年，起源自山东农业大学专用肥厂，是全国唯一一家由农大教授创立的校办肥料企业。学者情怀，匠心发展，到如今农大肥业已成为一家专注护理土壤、平衡营养事业，专业从事腐殖酸系列新型肥料研发、生产销售及技术服务的国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拥有亚洲最大的腐殖酸肥料生产基地，在山东、吉林、河南等地建有三大生产基地，年生产能力230万吨，员工1300余人，其中研发人员达165人，营销网络遍布全国及韩国、印尼、马来西亚、美国等15个国家及地区。农大肥业聚焦腐殖酸系列新型肥料的研发，产品涉及复合肥、缓控式肥、微生物肥、水溶肥、土壤调理剂、作物专用肥等6大领域。其中活性腐殖酸复合肥连续多年产销量高居全国首位，肩负改善土壤环境、提高作物品质的重任，农大肥业牵头起草了腐殖酸复合肥料行业标准，3度荣获腐殖酸行业最高奖乌金杯奖，连续护理中国土壤7200万亩，被中国腐殖酸工业协会正式授予中国腐殖酸肥料领导品牌。农大肥业是我们学校最早的一个校办企业。农大肥业呢，它有一个很好的后盾，就是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农业大学在肥业研究领域是全国领先的，有一些方面我们在世界都领先，包括一些世界标准的制定，那么都是我们学校参与制定的。有了一所这个强有力的大学作为后盾，这个企业才有发展的后劲。农大肥业呢，它会走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农大肥业始终坚持更好的技术才是发展的核心动力，建设了农业部唯一一家腐殖酸类肥料重点实验室、土肥资源高效利用国家工程实验室、国家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全国农化服务中心、山东省腐殖酸高效利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山东省土壤改良与植物营养工程实验室，承担了国家11五、12五、13五科技支撑计划课题、国家农业成果转化、山东省自主创新专项等40余项省部级科研课题，承担制定国家标准2项、行业标准4项、地方标准10余项，获授权专利70余项、省部级科技奖励10余项。农大肥业是全球首家将活性腐殖酸作为增效剂应用于复合肥等产品的高新技术企业，依托山东农业大学的顶尖科研力量，历18年开发出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腐殖酸4级活化技术。
该技术是中国腐殖酸行业的顶级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腐殖酸本身具有提高氮素稳定性、防止磷固定的功能。作为一个生物活性增效载体，与复合肥料进行科学配伍，通过总和调控肥料、作物和土壤环境，大幅度地改善肥效，减肥增效的效果十分显著。我们农大肥业公司采用了我们自主研发的四级活化技术，那么这种技术呢，最大限度地促进了腐殖酸的活性。那么腐殖酸呢，也是一个氮肥的增效剂，也是一个磷肥的一个缓释剂，同时呢，它也是这个钾肥的一个促进剂，也是这个中国赖氨素的这个螺合剂，也是这个土壤的一个调理剂。你像我们这个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他在我们山东济南指导的耗油1000示范田，那么就用的是我们农大这个活性腐殖酸免疲肥。那么经过实际测田之后呢，它的产量到了这个1013.8公斤。那么这种产量水平呢，它刷新了我们北方高纬度地区水稻亩产的一个世界纪录。黑色颗粒的农大腐殖酸肥料被誉为肥料黑科技，相比传统的白粒化肥，具有松土养地、保水保肥、缓释长效、稳定、根系发达、壮根敦苗、叶片厚大、浓绿、增产、提质等七大优势功效，在全国范围内率先提出与践行了减肥增效的施肥方案。好，农大肥被种植户们誉为上过大学的肥料。我今年在这种的大约是2000亩地，用的是农大水稻免疲肥烂膜那个腐殖酸肥料。免疲肥的好处就是一季施下来，就是什么也不用管，也再也不用种肥了，长效。今年的增产幅度在30万斤左右，我增产这块哈，就等于今年的肥料和人工都整出来了。今年种了够30多年了，先以前用过好多长效的肥料，但是呢，一种了之后啊，都效果都不好，苹果小，叶子薄，苹果产量低，糖分不够。通过这几年用了农大腐殖酸肥料之后啊，产量连年在增长。苹果个头在增大，糖分低，果面好。在原来的时候，这个地呢是方形土壤，是方形土壤呢非常板结，就是疏耐不旺。通过用了腐殖酸肥料去之后啊，土壤明显变松，就是它不板结了，产量能连年在增产。每年有5000万农民使用农大腐殖酸肥料，有10000多家门店正在销售农大品牌产品。面对市场对更好产品和更好服务的巨大需求，农大肥业组建了一支有5位农学教授、30多位高级农艺师、200多位专业农化服务人员组成的农化服务中心。他们常年深入田间地头，为种植户提供土壤检测、施肥指导、田间管理、咨询培训等农化服务，帮助种植户护理出更好的土壤，种植出更好的作物，带来更多优质丰收的喜悦。农大腐殖酸，种出品质，卖上钱。农大腐殖酸，种出品质，卖上钱。农大腐殖酸，种出品质，卖上钱。自2014年开始，为了让更多农民用上更好的肥料，农大联合山东、河北、河南等省级媒体，先后举办了粮王大赛、中国优质农产品挑战世界吉尼斯大赛，为发展绿色农业、保障食品安全以及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21年来，农大肥业保持着学者的良知和担当，坚持走科技兴农、科技兴起的道路。我们希望借助科技的力量，为农业提供更好的腐殖酸、更好的复合肥。我们一定会成为土壤肥沃、农业丰产、农民增收的好伙伴。农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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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好腐殖酸，更好复合肥。农大，更好腐殖酸，更好复合肥。农大，更好腐殖酸，更好复合肥。农大，更好腐殖酸，
更好复合肥。农大。